7月8日消息，酷比魔方今日宣布将在下周二7月11日发布新款8英寸掌玩 mini 平板。据介绍，酷比魔方这款 8.4英寸安卓平板将搭载联发科 G99 处理器，配备 8GB 内存和 256GB 闪存，电池容量为5000毫安时，支持18万快充，屏幕为 8.4英寸1920×1200 分辨率全贴合设计，机身采用金属后盖设计，有 USB-C 3.5 毫米接口以及 SIM 卡 TF 卡槽。网络方面，这款平板支持 4G 全网通以及双频 WiFi。 此外，这款平板支持自行解锁 BL， 可刷入第三方系统。目前酷比魔方暂未公布掌玩 mini 的外观，上图为 8.4 英寸的酷比魔方 iPlay 50分钟 Max。 据此前报道，联发科 Helio G99 处理器于2022年发布，基于台积电的6纳米工艺打造，配备两个主频最高 2.2GHz 的 Cortex-A76 内核和六个主频最高 2GHz 的 Cortex-A55 内核， GPU 为 Mali G57 MC2。